缅甸的朋友真的很幸运，因为有几个非常有爱心的牙医和视光师，他们专程在美国飞到缅甸非常贫穷的地方来到去帮这些老人家。小朋友和缅甸家园的小孩进行了这个牙齿的义诊，而且还教了很多大家保护眼睛和牙齿的知识。这班义诊的医生不单止有爱心，还非常有艺术的天分，看看他们将云彩家园变得多漂亮。这个旅程真的非常有意义，一班小朋友和各位医生义工都预祝大家